不论你在哪个城市，不论你生产的是哪一种有轮子的车子，不论你正在寻找减速器、差速器、变速箱、传动轴，任何一组关键的齿轮传动系统，你都需要一个完美的研发生产伙伴。目前全球顶尖车厂都采用他们的传动系统零组件。和大不只帮客户设计生产，也帮客户来做最快速的研发以及最高效率的做样品。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都是世界最顶级的机械设备，所以我们和大加工出来的品质也都是达到世界一流的品质。和大坐落于亚洲城市里对环境评估高度重视的中部科学园区之中，并且通过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碳足迹、温室气体盘查等国际认证，为了让客户惊艳，这里每一颗齿轮都需经历繁复的加工工序，并且采用跨领域的顶级生产设备来打造与淬炼工艺般的齿轮精品。我们的设备是跨领域，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投入，对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产品，他更有信心。一进入产线，看到是这台24小时不停机的高精密 CNC 车床，主要功能是将锻造后的钢材原料车洗出传动零件的雏形。接着，传动轴进入了转造阶段，这是个几乎全自动化的流程，主要是让每一个工件准确地达到原厂设计的齿形标准。转造后的传动轴必须要承受高速转动与高扭力状态下可能造成断裂的风险，因此还必须经过此瞬间可达摄氏1000度的高周波设备。高周波的主要的功能是让它表面去硬化，因为我们不管是轴内或者齿轮内，在变速箱里面或者在减速齿轮箱里面，它的作动需要是耐磨性要高，所以它表面会很硬，但芯部是软的，这样的话它的韧性强度都会好。此外，工厂中渗碳热处理设备也具相同的功能。紧接着还有校直、研磨、抛光、清洗、防锈等一系列精密加工制程，才能让每个传动零件更精致完美。和大除了生产传动零件外，针对造齿关键机台设备、滚齿机、刮齿机与倒角机等，也自行投入开发量产，不仅自己受惠，更推广外销至技术领先的工业国家。此外，工厂中还拥有多元及先进的制造设备，如电子束溶接机、雷射切割机等，强化和大专业制程能力。于是，像精品工艺般闪耀动眼的齿轮，就这样浮现了。您以为就这样？不，还没结束。和大能让这么多国际大厂信赖，关键核心是在于最后这一道专业制造流程。
那就是利用这台精密齿轮研磨机，高达到十分之一头发的精细度加工流程后，能有效提升汽车的变速箱、减速齿轮箱之稳定性与减少噪音值。为了让每一颗齿轮都是完美无瑕，让这些顶尖客户着迷的不只是高精密加工设备，还包含现场人员每一个动作的小细节，以及每一个加工程序中层层把关的品质检测流程。因此，和大现场人员在工件的取放也都非常细心，就是担心一个小碰撞影响以后装在车子上的变速箱而产生噪音。而对于品质标准绝对不妥协的和大，更斥之建制与客户同规格标准的高精密检测设备。这些高精密的检验设备无非是为了让远在地球另一端客户认定和大制造的产品品质，同时也提高客户对和大的信任。在明亮开放展示区中，放满了数十座政府与客户群的肯定讲座，不仅代表着客户的认同与感谢，也代表着和大持续改善与精进的严格自我要求。和大累积50年以上专业资料库和技术经验，往往收到客户的齿轮设计图后，都能提出更简化且精准度不变的流程。于是，这些顶尖车厂都很放心地与和大进行共同研发的专案。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在接单的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在产品初期设计的阶段，就会跟客户做非常密集的技术研讨，让未来产品在量产的时候，不但能够维持客户原本的构想跟功能，那在生产面上更能符合我们实际的需求，这样能够避免产品设计过于理想化，而在生产面上却是不符实际，导致成本及不良率过高的状况。和大更着手努力达成客户交期与快速加工流程，将原本向日本或德国采购的重要生产设备，改由自行开发一系列精密齿轮加工的造齿设备。原来我们要跟日本、德国买设备，大概交期要一年，那这个有时候会耽误到我们的生产，所以我们自己做，3个月就可以把它赶出来了。每一台专门生产一种零件，它永远不要换刀，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吧。另外，工厂内有一个像是变形金刚大黄蜂的手背，是为了加速生产效率、提高品质与稳定性而自行开发出来的一套全自动生产设备。最近我们组装一台包括中心加工机跟 MO 机连线的一个自动生产线，这一套设备我只要使用2个人可以省下4个人，而且精度品质都可以确保。这份坚持依然感动着和大第一个客户，至今仍放心地将每一颗齿轮交给和大制作。早期就拥有机车组装技术的和大，一直持续保持这项核心技术。近期，和大团队更把这项技术转移到医疗代步车与医疗辅助椅的开发。那我为了说，现在的老人社会啊，已经来临。我想对尹老师的关怀跟尹老师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大的心力跟关怀。不管你有没有体验过这座魅力工厂，它存在的目的
就只为了打造一组顶级齿轮传动系统。为了融入完美的汽车工艺品质，坚持用最好的设备，不断地站在客户与社会的角度，持续精进与研发。用最苛刻的自我要求，就是要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最好，挑战每一个极限。